手脚冰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很多人都穿上了秋裤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三要小丸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蒸熟的山药捣成泥，加白糖、牛奶、糯米粉，搅拌一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然后揪下来搓成小丸子。记得一定要等水开再放入丸子。等山药丸浮起来，加入红枣、枸杞，还有酒糟。可以少穿一条秋裤的山药小丸子，快做给手脚冰凉的他吃吧。